有一位刚创业的客户跟我说，他初次步入钣金加工行业，预算有限，又想买一台极具性价比、功能丰富还要性能强悍的入门级激光器钣金。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同类型产品，价格、品质参差不齐，又不懂得如何选，今天我就来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全新发布的 H1530。它就是被誉为创业一号的 H1530。 作为一款入门级单平台激光切割机，它竟然标配高标准的德国阿尔法特减速机、进口零部件传输系统，以保证高标准的切割精度和长久的加工精度。那它跑起来有多快呢？最大速度140米每分钟，最大加速度 1.5G， 扣停速度再提升40%。那就相当于和 GTI 差不多吧。可是被1000瓦到4000瓦激光功率高效切割，0.2毫米到20毫米金属板材，升级21.5寸触摸大屏，操作界面更易懂，搭载全新切割系统，标配新一代超高速扫描切割，非纤维连接切割头主动防碰撞，批量板材排版切割。H1530 专属纯白撞色设计，铸造产品质感。颜值与实力并存，用入门级的价格就能拥有同级别高配置的切割机，你说它不香吗？